在礼拜一27号的时候，就有人发现他的踪迹了。对，昨天4:30，刚好我们那个环城基地这边有会员，他突然间看到一只那个鲸豚，差一点搁浅在那个我们环城基地的沙滩，因为那个地方很浅，就1米多，他有看到他有时候会搁浅在岸边，他那边的竹筏也蛮多的。他水质又不好，怕说在那个地方会发生危险。他刚好有一位渔民呢，他来接触我们，开着竹筏，然后我们两艘船呢，就慢慢引导他，就往那个比较深的地方呢，把他引导出去这样。